不过，什么是嘉义县红庙主神会的新公益？这个是由董事长罗英川代表关注一台富康巴士和嘉义市社会处和新中介协会，另外关注一台就业辅导交通车和仁安基金会，期盼中华为照顾低幼含寒士的零六和六十朋友有爱同行。嘉义市国定古迹嘉义城隍庙香火鼎盛，城隍爷神威显赫，嘛集中社会公益。城隍庙主神会十九号一口气捐助着两台车。嘉义市长涂新泰、城隍庙董事长罗英川、议员戴林、行政院分校南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齐文志拢出席，代表接受着富康巴士捐赠的市长涂新泰，感谢城隍爷慈悲为怀，经营团队慷慨回馈社会。城隍庙不只是在社会的教育，不只是在弱势、在穷困的补助以外呢，对于我们残障朋友们，今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他们的健康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行动能够更加的一个溜达，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他们今天也给仁安基金会捐赠了一台卡车、小卡车，让他们未来要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服务的时候能够更顺畅，非常感激有城隍庙真好，感谢嘉义城隍庙董事长罗英川强调，带动社会的善良风气是珍贵无形的遗产，这份爱已经停袂落来，未来会继续做落去。伊当干事的吼，啊，即当然哦，大家原来有一定的心关怀的心，啊，就是讲安尼哪安尼有需要，咱就来个关安尼吼。所以呢，尽量吼、哦，尽量的尽量到社会公益有需要，阮就哦做安尼吼。所以呢，即身心障碍吼，即不方便吼、哦，阮原来关节台吼、哦，就是讲原来加设一个升降机，因为有当时啊老人吼、哦、要起来吼不方便，就爱搁受人拧吼，伸一骹手。所以呢，用即个一个升降机吼、哦，直接安尼就会当方便安尼吼。这台母车就是讲，因为弱势团体，伊嘛有一种的自靠的心啦，吼，自立的心啦，哦，要做你的一领趁钱，吼、哦，吼、哦，免着社会安尼吼，加动着即寡资金吼、哦，所以因来趁一寡当来到补助即个团体弱势团体，所以呢有需要，所以阮就捐这台母车，让做你就业，吼、哦，就业的一领，汉书就业的一领吼，去的一领，去法律安尼吼。加上新丰庙捐助的这台新车，嘉义市现在的富康巴士车队已经有十九台，将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加方便、贴心的服务。现场嘛，同时捐赠着仁安基金会一台价值大约六十万的寒暑就业辅导交通车，来鼓励着家有欠缺食物的人，佮有暂时失业的民众，重新站起来，获得稳定的头路，重新回来社会。最新新闻，就定数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